针对这个剧，刚才我讲的有这些不同的元素，所以我们除了在设置不同样的词作、歌曲和制作的环节以外，当然歌手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次也是全力以赴的去邀约我们心中觉得最适合的，包括我们也会选取一些所谓的国际化的，比如说我们找从韩国邀请来 Seventeen， 也相当于是其实国内基本上 OST 领域的一个首次的合作。일단처음이소식을듣자마자너무신기했고그냥준이하고저희멤버명호하고얘기를굉장히많이했어요어떻게하면이노래를잘부를수있는지그리고저희가노래를녹음했을때발음을좀저희멤버들한테많이물어봐서그런부분은그렇게극복했던것같아요逆然这首歌是一首战队曲嘛，所以听完之后就感觉特别适合这部剧，也很符合战队的形象。